他所以说会有很多学员哈、哦、来我们浙大来上课。那但是浙大我们除了办一些课程之外，其实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还是会办一些活动啊。那活动当然是以一些社区文化艺术方面为主。那这个是政府来支持办浙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希望浙大提供的课程能够有增加一些公共性跟社区参与方面的。那所以我们浙大也，因为浙大在这边也其实成立三年来大概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说我们会尽量来办一些比较优质的活动，然后参加优质的活动，然后比较知识性的哈。那大家讲来都讲了，反正不管谁讲我讲啊，其实有时候就是啊，做老些人啊，爱很会嘴嘴啊呢。那大概浙大办的活动哈，比较不应该是台湾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些知识性，然后这些有些累积，它这个是优质啦。嗯，我等于新娘，到这里跟我们新娘啦，哈，等于我的新娘家来唱歌嘛，才会还会找单啊，哈。我大概知道说啊，台南县或新营地区的这边的一些，尤其是文化跟设施方面的生态活动，我觉得绝对是非常的欠缺啦。啊，所以我有机会来这个承办这个新营浙大，我们尽量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多有些弥补。那所以从这次到现在，包括这一次的导览活动跟下个礼拜天的研讨会，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向的一个起点哈、啊，这样子啊，做个简单的说明。那提到福野老师哈，我想我还是要请在这个张先生老师演讲之前哈、啊，我还是请那个我们整个这一次课程的整个课程的策划哈、啊，那个蔡佩如老师哈、啊，大概在简单的用非常短的时间，我希望他不要用太长的时间。两天的整个课程哈、哦，再做一个简单的摘要的说明，以及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再跟他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好，我们就请那个蔡老师。蔡老师，这两次讲的刚刚够哈，我们两天都有洗手间，好，大家待会的时间大家就比较弹性一点哈。大家早上好，压力好大啊！好要开始计时，不能讲太久。各位学大家早上好。好。今天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新营科技大学，就是主办的那个科技营哦。那我简单说一下哈，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子的一场活动哦。那其实有一句话哦，叫做“都为故乡人，应知故乡事”啦。那这新营科技大学哦，作为新营的一份子哦，我们认为呢，这个作为新营的一份子，不只要知道故乡事，更重要的就是要以行动哦去参与。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啦，从去年我们一直到说呢，今年呢的三月呢，即将要举办这个宗教文化节以后呢，那我们就积极的呢用行动呢，不断的来讲说，我们怎样用行动呢来共襄盛举，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讲来讲去哦，其实我们就在讲啊，我们又不是那个顶头，我们不会染那个标头旗啦，然后我们也不是党籍啊，不会投党籍这样子啊，所以都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的议政啊、政投的方式呢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盛会。那最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老本行，就是呢办学哦。我们希望说呢，透过呢研讨会，透过呢解说员引进的方式哦，可以呢把这样子的一个除了在我们的想象中可能呢除了热闹以外哦，除了鞭炮血以外呢什么都不留下的一个宗教盛会哦，我们可以把它的精神呢给萃取出来。然后呢，透过呢，比如说透过这样今天的这个活动，最主要的呢是希望说呢，我们透过以庙为一个切入点哦，因为呢，宗教的活动呢，就我们来看呢，其实宗教的活动呢，它不只是宗教而已，它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什么包括经济的，包括艺术的，包括历史的，所以呢，我们才希望说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各位呢，了解呢新营的历史文化。那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很荣幸。那我相信呢，各位呢应该会觉得很不错。为什么哦？我们就要强调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虽然不是空前绝后哦，但是呢，我想应该是很稀少跟罕见的。因为呢，很少会有一个活动哦，是以新营哦为一个那个主要的一个主轴呢，做发挥而展开的。这样的活动呢，到底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次这样的两天的活动哦，请到了老师哦，其实都是一时之选哦，不管是建筑，不管是历史啊，不管是信仰宗教的。那活动呢，总共有两天。那反正我们今天哦，下午呢还有一场那个学员的一个互动跟交流。那我们会慢慢的呢，再跟各位来谈一下说呢，你们呢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那活动呢到底呢有多好呢？我想两天的时间呢，各位呢可以慢慢去体会，绝对呢不会让你们入宝山空手而回的。那我现在呢只做一个小提醒，就是因为
今年今天参加的学员呢，总共有30几个哦。那为了方便的学员的沟通呢，跟交流呢，而且呢，为了方便的今天下午的指导座谈呢，我们呢已经有为呢各位呢先做了一个小分组。那待会呢，我们会把那个分组名单呢，发上去给大家。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次参加的呢，有很多是我们台湾县的非常优秀的资深的解说员，有一半是，那一半不是。那我们希望可以可以提高那种母鸡带小鸡的一个作用，让我们这些资深的解说员们呢，去带我们这些呢从来呢没有解说经验的学员们，所以我们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分组。那我们总共分了6组，那我们希望说呢，稍晚大家拿到这个分组名单以后呢，可以去想想看，至少呢每一组去想一个题目呢，在指导座谈会的时候呢，可以呢去问接下来呢下午即将到的，我们今天请了3位耆老，他各位呢可以想想看，每一组至少一个问题呢，来请教我们的耆老。好，那我的说明呢很简单，这个超过5分钟就到这边结束。好，那就先好，接下来呢好，今天介绍一下不是数据，要很正式的跟各位介绍哦。我们要进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场次哦。那我们第一个场次呢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呢我们台南县呢非常有名的那个文史的专家哦，因为应该是著作本身哦，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树人国小的校长张新仁张校长。我们新营哦，长久以来呢，夹杂在那个很有历史的两个乡镇之间呢，白河跟盐水。那可能很多人呢忽略了说呢，新营呢其实也有它的历史跟文化。好，那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说新营是没有文化历史的地方，那新营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呢？我想张校长就觉得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校长来告诉我们说呢，新营的历史文化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样子。好，那我们就欢迎张校长。今天看到这个阵容啊，相当的惶恐，因为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我认识的老朋友，有很多呢都是在解说方面，在这个工作方面也着力相当深的学员，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说今天所讲的有什么比较不好的地方，也请多多批评指教。那么在还没讲之前我要带个前言第一个前言那个在上个礼拜的记者会里面我曾经在记者会里面说到，我们这一次变迁中的庙会文化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它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今天走向通俗，通俗如何提升自己成为天天。我想我们台湾这几年，尤其是2004年那个整个政治环境蜕变以后，大概这个整个思潮整个那种感觉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动。我想以前那个精致的文化，先进的文化，像那中正纪念堂在那边表演的一些什么艺术团体那种不再只是孤芳自赏，应该怎么样让风俗能够让一些大众普罗大众可以欣赏到。那么普罗大众的一些所衍生出来的，像我们所谓的台客文化，我们的议政，有的人都认为说那个眼睛可能都不去做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议政，我们的宋江政，我们的一些什么十二婆姐小婆姐，未来光的男人反而都不去做太狂，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种我们自己生活在周遭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把它提升更天天。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想我们一直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医馆医生叫我注意过来怎么样，再来他不记住，而且他不记住了，也那也必要记住。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主题，有这样的用意，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其实我对社大的用心一直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做，社大这几年的改变这几年的成长，
让我们有目共睹哈。那在这方面做相当好的一个媒介哈。所以我看到那个王公庙这一次的一个庙会啊，我自己亲的参与，因为我以前在白河也成立江东庙协会。那时候江东庙协会在白河的角色也有点类似像这样角色，但是没有设到这么的持续，这么的茁壮，他一直在茁壮。这让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的韧力跟坚韧的力量相当的大。我想这也来自，这个也一方面也要靠各位的支持啊，这个是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前提哈。第二个前提，我今天要讲的心灵的，我常常讲用心灵的崛起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讲心灵。但是呢，各位一定要了解，心灵的发展在我们附近的乡镇里面，包括白河，包括盐水，包括铁线桥，包括猫高尾，一起做好起来。新娘后面几乎可以说是日据时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的，当年日据以前，那家木品路都得关小村庄去欧风溜，新娘庄都是休闲房梁，不起眼的小庄头。但是今天新娘是安庄，也变成我们台南县的行政区中心。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啊，这些是这个上场，各位可以去慢慢，我等一下就把整个时空开把这整个架构稍微把共鸣带起来了哈。第三个前言了哈，我想第三个前言可能讲比较长一点哈，因为我想各位在这边大概很多都是从事解说员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有意思要了解我们近年历史的一个工作，我想说服力重要啊，你怎么样沟通力跟说服力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去把你的话讲清楚，让对方了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关键哈。我想在没讲之前，我想举一个，我最近看了那个什么，那个卡内基的一个什么，反正说服力的一个书吧哈，一本书吧哈，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卡桑佐的魔咒。卡桑佐魔咒，卡桑佐那个是希腊神话。他是希腊神话一个很有名的女祭司，这个女祭司呢，她那个阿波罗跟她求婚以后啊，她拒绝他，所以阿波罗呢就给她一个惩罚，什么惩罚呢？她有预言未来的能力，但是呢，她的预言不让她信，所以呢，她曾经预言那个特洛伊战争的失败，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的一个未来，但是呢，特洛伊城不能再重新。是最后特洛伊就走向什么灭亡的境地。那么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现实里面有这样的困境。你是在讲有看到迄种未来啊？你可能在讲现在讲你即卖经营哦，后摆经营做法啦。伊也说你就在预言未来，但是伊都不会甲你信。你在公司也是一样，可能在公司里面他你会说哎呀，这公司也有经营的管理，他就可以干哦。你跟老板建立了，你跟你的上司建立了，但是呢，你马上那个信，到最后公司真的走向你所预言的一个境地，啊，包括你跟你的先生、你的家人，啊，包括你跟你的朋友，你可能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没有人在信。我想，这个困境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有，所以怎么样培养你的说服力，这个很重要。所以台湾惠普公司那个董事长哈薄一点，他里面举一个这个例子，他说啊，他在美国当经理的时候，美国当经理的时候，他们总经理哈，我就在那讲哈，讲起嘛，台湾教学做不会，好，那但是美国的条件，你先去了做经理，先去了再做你们这个，他再强调再做就对了，你打回来你讲啊，公司经理嘛，再去了不可以，可以真的就很不服气的说。哎，我这公司，我想弄一个工作啊，蛮好苦干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升我？为什么升那个的？那个同事就跟你讲，你蛮好苦干，你蛮错。但是呢，你很少跟人家沟通啊。你没有让你的部署，你没有去说服你的部署，你没有好好跟部署去做一些沟通，你没有办法让部署能够了解你的概念，你没有办法让部署了解你对整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的方向，你的沟通非常少。所以我们你的问题很肯定，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很当。当然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他有改变，说他当了台湾惠普公司的董事长。
我想这个是天点，这个天点另外再衍生一个第二个神话。这个时候就是杰西博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杰西博斯哈，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得罪了上帝嘛，得罪了天神哈，他就给他一个惩罚，什么惩罚呢？他每天就要必须点着一个大石头，顶在一个很高的山上去。他点上去以后，那个大石头再滚下来。然后呢，他在点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艰辛的，那个大石头非常大，他把石头顶到山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哈，非常痛苦。汗流浃背，还要加上头破血流，但是不多年不久，他又备用点，但是点到山上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哗啦哗啦滚下来。你可以，你想象，当他点到山上去所做的努力以后，发现那个石头一下子滚到山上去，所做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时候，那种失望、悲伤跟挫折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西西弗斯有没有因为这些啊，就从山上跳下来自杀？没有，他还是怎么样，乖乖的，他非常沉稳的，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下山了，再把那个石头慢慢顶上去。哎，顶上去以后，那石头当然就滑下来。我想这时候如果你是天神，你可能会接得到你的惩罚，得到的惩罚。但是谢西博士就转过背来，用背部朝着那个惩罚他的上帝，我还是要再去把石头顶上。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每天都做这样的动作，乐此不疲。我想这个是在我想谢西弗斯的困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会有，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天重复的上班下班，重复的在家庭的，我们在背负着家庭的负担，背负着在公司业绩的压力，背负着在学校承受的一些委屈，每天呢几乎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在经历着我们的生活。我想最重要，我们要学习佛的精神。各位，这个重担啊，这样的石头每天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且是不会上去就不会再下来，挫折是一定一直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挫折，我想我们必须学习佛师的建立的力量。好，那么开始我们进到我们的正题哈。科长到后面来，这个地方我想请各位先看一下一些图。你大家先看一下几张的古地图，这些古地图啊，我是从那个有图出版社，它有一个彩绘版哈，它彩绘版，那个彩绘版对地图的那个彩绘啊，相当清楚，在古地图里面没有这么清楚，我叫对的哦。还有说我画的不是一个哦，对各位欣赏一下，这个是在这个彩绘版啊，是在这个是康熙六十类一六八一年的地图，叫台湾类。啊，外来国家队长哦，他有套上颜色，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台江内海。一般这么解读，一般我们概念怎么样呢？是往南往西的。哦，那时候的地图概念是不清楚的啊，对台湾它是非常啊，就各种写列都叫列图。这各位可以看到，说除了安平镇是一个安平镇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梅港尾，你去买三国的人在。和其他的毛岗尾，毛岗尾，毛岗尾。这里看啊，这等于说当家哈，你会发现我们这附近没有金岭，没有盐水，啊，没有淡化啊，淡化上面啊，木家溜圆山那个地方啊，这条街可能是现在咱们街哈。这条片是什么片？那啊，这条片是什么片哈？一些维度简略，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出它的一个细的那个。但是可以发现这个这样一个毛岗尾、梅岗尾，还有一个梅岗尾哈，有麻豆方正树的哈，这几个可以越来越看出当初的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台湾的一个书籍的一个发展啊，再来画水晶。有一段时间那个教务长不是说我们地图是躺着吗？在早期的地图，台湾都是躺着的。啊，以罗只是那现在地图就是把那个什么北方在上面，所以这个地图都是平的。啊，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清康熙35年的那个什么台湾府志的总图，这个也是改变了，它也是很漂亮的哈、哦。那个原图它没有动，但是相关位置都差不多。啊，再可以看一下哈。哦那时候的台江内海哈、啊，台江内海跟那个百花园是相连的，跟社会，啊，这就是近代台南城哈，台南区诶所在了哈。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哈、啊，新港区的是近代，类似近代新企业的所在，新港哈，啊，嘉义区李县桥，广富坝是近代魔刀，近代魔刀。那么近代江水分水哈，江水哈，分水啊，集水区哈，你、啊、当然这个位置都是。粗略化的哈，你会发现哈，那时候啊，整个西海岸海岸线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那个什么，你看现在南昆森、北昆森啊，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都连起来了，海岸线都连起来了。以前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岛后面海，这个叫做台江面，它是相连的，它的路也连起来，谢谢。啊，这个都连在一起，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台湾海岸线啊，台湾的所有都是由东边往西边流，所以那个夹杂的很多流沙，慢慢把我们的这个西海岸这个地方慢慢淤积。哦，这个淤积的路脸的情况大概在乾隆末年的时候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我们坐过去，各位可以看到啊，好几年，这么几年啊，哦，就是接这个沟来。当然计算题了，大家讲句老胡吧啊，啊，这时候麻光伟他也没有画出来啊，好、啊，所以可见那时候麻光伟是慢慢没落。再来，这是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时候，福建通知的台湾府，啊，这台湾府跟那个台湾那个府志的总图啊，有一点类似，啊，变化不大，变化不大，啊，接着说来。担心哈、哦，这个海岸这个地方，你会看得比较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一点。好、啊，再来介绍，咱这个走路吧，它还是写大龟肉啊，这是小龟，哦，它在北区街，啊，这是西双桥，哦，注意了哇，西双桥，我那当初西双桥是做标标的，啊，这个单靠，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四大踏脚，江水。马方伟、易尚杰，哦，阿丹也都有一些摸到，这是岛风内海的四大发展，啊，他这里台江内海，啊，这带来风险哈，对不对？技术在走的太进步啊，这个方向不一样，啊，这是这个新金融三十二年，如来多少期啊？大千万的一统天下全股百会版，这张地图里面呢，你看它的方向就变了，它就是。它就是现在地图的一个什么一个位置的东西南北哈、啊，所以这台江内海它画得很清楚，好、啊，那这个地方到了打风内海的位置啊，诺门哈、啊、这个地方啊，跟李守一章有关，因为清乾隆这几年的时候，李守出现以后，吴罗山有盖设啊，盖设当然一样了哈、啊，然后后山龙尾龙花，好、啊，比例上。当然也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它已经相当进步了啊。好，这个是清乾隆25年，这个地图就是直立的，不再是躺下来的啊。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安平镇这个地方萧永社啊、毛港尾、地上桥、李家庄啊，一当村的，一当村的城镇啊，一当村的村庄，代代起来，拢包括你这个，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海岸线。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海岸线已经到这里了，但是这个地方都还是海，包括马沙坡这个地方啊，入我们这个地方，入我们它这个岛，外面这个沙坡啊，这个端海上面入的啊。好，这张全图吧哈，它乾隆54年跟陆老弟啊，另外画人家栽赃农村的哈，他画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已经比例越来越准了。
你是越来越准了。其实你等于各处就把放大些哈，把它放大给各位看了哈。这个地方再清楚一点了哈，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啊哈，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淹水淹水港就是淹水港了啊。你看注意看哦，淹水港前面这个地方就一点的这个陆地有一点，看看这里有个炮台，都看这里有个炮台。相对它到小道有炮台，相对它到起啊有藤本有炮台啊，也正巧毛方伟，这个都来电话。就这一波被已经固定起来了，已经固定起来了。这个海现在这个地方都是已经变成海了，这个地方就不算，它变成陆地了啊。现在这个地方都已经变成陆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是稍稍有一块陆地已经浮了，所以毛方伟已经刚好已经弄了的呀，不再是怕涨了啊，一点几啊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变化。好，这张图嘛哈，我看到因为我刚刚侯又生那侯后生哈，你中，你他非常用心哈、啊，因为我一直在我后来找到这张图，我觉得他可能这一块我要不完担心哈，要用心，而且一点这个毛方伟要写侯后生一再出哈，你讲到啊，一杯哈，他。这个颜色不能代表不同的服务的不同时期，那个特别分起来，那个这个层次啊，一它我到了来看它这里的写哈、啊，黄色的部分，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代表康熙时期毛广伟早的领域了哈、啊，这个绿色的是雍正时期服务地，黄色的是乾隆时期的服务地，啊，这是道光时期的服务地，他把这个不同时期分起来的特别哈。一个特别做过的整理哈，一是所谓就从一个比较喝的盖哈，用简单喝的来处理起来，好位置上会比较，可能看起来都比较不那么乱。各位可以看一下，毛广伟在早期，注意看他叫毛广伟宝，因为毛广伟宝所以可以叫做毛广伟宝或者剑桥宝，就是标一系列所在，就是一准的行政记忆中心，一列所在做为主嘛哈。这毛广伟，以毛广伟这些所在是等于这些所在了哈，放搞不清楚。在南坡，哦，就在南坡，毛高伟长，你看到哈，这是刚好，他这个蓝色部分就是他在的家区，那毛高伟长所，毛高伟那个所在看到换过来了啊哈，包括今麦这个柳营、大丰营嘛哈，南门营啊哈，大家还有什么呀？包括今麦这里也是，现在很多柳营的地区都是属于那个毛高伟的领域的哈。再一个铁线小宝的金家家，那么他刚刚讲这个绿色的部分是清康熙时期后一代，现在说的啊，再往前有一点，起码是在高速地啊哈，现在这个整个都是陆地，他刚才告诉你，现在有一个部分看到都是陆地的，那你看有没有？有一个部分就是现在哈，包括起码一样，他马上最近的这样啊，别人你还你的怎样？你的还进入法国，别人你这都在，大概在那个什么，在那陆地的旁边，这个都在交汉，交去，你导航面是在几百里啊？哈，当这个所在当地在几百，我包括铁线小家啊，你看到东西刚好今天会怕涨，所以导航面在一准的在上几百，哦，这个在这里家，啊，就在那里家。我看看这个地方哈，特大龙水，所以看到大江街老家的吧，比较老的清水港家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都在江水啊，江水上加了这个那个江水上我号加龙水害，哦，而所以大港街老家，大概是从清水港清水港到江苏，但是这个江路了以后，一切这个河道慢慢改变，改变，改变，过了一下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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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下
发展积极度之间一度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汽水厂跟盐水厂之间还有一些旧的一个河道，因为哈，像这样地理构成不松弛，盐水厂跟地方交也不松弛哈，这我在想，它大概都找到关系，积极地方太改良了。你没办法再不谈，你起码是改了，所以说黄金地铁不松了哈，这些都有我一个所谓啊庙口的庙尾啊哈，就是包括这个社会这一块。好，再过来就是各位介绍哈，我想要讲心理，一定要从我们大兴地区这边开始讲，因为那几年的做购买哈，是非日式时期在开始有开始有经历。进行改变，那么这个改变通常、这个改变事实上也要多维再改变它真的在联动啊，所以在那个盐水港啊，在那个四大矿场文件里面，在那个台湾汽车档案文件里面，在清乾隆政府里面的文件里面是这样记载啊，四大矿场的一个文件就是这样啊，盐水港、岛风港、岛风港里面有三个啊，有三个矿场的啊，分别三支。啊，这些就是遮风港，它、这个岛风港哈，和后生以及怎么样？让风遮风港，遮风来看，一般那种岛风港、麻豆港、毛港尾、王港、文港这些名词，都是因为长期因转制宜所形成，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毛港、麻豆社活动的地方。一永乐到因，你刚刚说一风遮风，遮风，因为在地嘛哈。棒啊啊网挖刀，各位，这个因素呢，基本上它从台语的话呢，一些话我不敢念起哈，一单就把因为监狱啊，其实这个地名应该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因为因转长期因转，所以先什么上班高班上班博岗博岗，其实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因为我们有很多地名啊哈，特别是两梦景等安呢在北的哈。好，这个等等的都有了哈。毛港尾哈，在今天下一站毛港尾村啊，我们在去年暑假的时候，社大也办了一个，当时我带一些人过去那边看。那么你如果到你站在那个地方看啊，你会发现那个旧港啊，古港啊，夜花大会古港的位置，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口啊。你到我们啊，在今天毛港尾哈，这些鲜活工的好片。好的，好的，你看，好的，你看，错，这两个这竹林，竹林上面前面有一个低洼的一片低洼的地区，那个低洼地区也比较广，你可以大概还可以想象，看看刚好的景象啊哈。所以，现在毛这个河南之喜，它是有这样在文献上面它有记载这样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台湾列子，很早干列子，它就是有毛岛尾，而且没岛尾啊，你看。那个多中跟做建设里面，清康第五十六年，它是这样写：毛岛尾哈，海岔，广进大路有桥，当转造子在湖，长间货物当给日治二代的庄子。啊，这二代庄子的话，就是摩擦六代了哈。但是你光标题一五九年上告，好、哦，而且汽车大案是清乾隆二十五年去告别哈，他说啊，地治治府一路市政此为最大，地治。鸡在咱起家，你买这个风险了哈？风险啊，那我们讲第四个几类生产，做电视的那个多钱了哈？多钱造代单户，这多哈？这多来对，这个毛岛尾是想到这个想多呀？就是说，嘉义到台南路上这个地方是最大的，在那个汽车管务处里面的文献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文献记载。好。当毛岛尾很重要的时候，它是怎么重要哈？我刚刚讲的，我只要讲这个所在就大概这个所在哈，包括我列前面再不一样。这吴正龙哈，像跟那吴正龙说，就不一样哈，就是他在那个地光机啊，的遗迹啊，他在大家关公院这竹林的李家嘛哈，他是叫什么地光机？他在港口上的位置家，刚好。港口上来是很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很热闹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叫什么？地冠，老叫什么？地，好，所以叫地冠地。啊，这个说的五月份的地冠，标题公这条路做到的，这条路你看到天后宫啊，这样子，也我们讲到是天后宫样子。所以
整个山坡上来啊，这个天别慢非常的热闹啊。那它是那个嘉义跟台南府的中继站，所以这也是一站哦。它在耳瓜边哦，我那边去台南府讲的一家耳瓜，那是左关哦，左关。我用其他东西就解准嘛哈，写的高叫中国人家就准，所以因为他到妈妈我家设有驿站，第一个是驿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官方家些右的所在，所以这个说因为原因，因为中途站，所以他就很热闹，就老变的，所以来来往往的一些商家啊、官宦啊，包括货物。港口的分头港，分头港啊，整个货物的一个什么一个地区啊，它有很多等于是当时会有小洋公司看看哈，繁华的歌龙蟹啊，标准工做老店，所以三间啊哈，三间供贵啊蛮多，贵啊蛮多，你去看毛公啊，你去那边毛公也广，金价跳了多少出来？啊，大家重新调，这调怎么样？这条路头前这个，听我讲，这条叫一个人的几线，然后线道在规。你站在那个线道上面，那条路看到的是往北的官道啊，这里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一个哦，一点体会不出那样的风光啊。好，毛高伟庙哇，铁线桥啊，大概因相距不是很远，大概跟金同时，但是铁线桥太好骗了嘛，计算也到了。但是少讲一个数字级嘛，分有生命啊，有生有一定生命啊哈。就在你们在往大，在你这个地方已经形成蛮不小的市镇了。所以康熙57年的时候，重建毛港尾铁线桥，这一条线啊，上的啊，残余是当年施工啊，这不那么难的，一直说哦，这土嘛哈，残余土嘛，土那什么泥嘛。你这么一来谈啊，就听安尼讲的，吼，当年不做，这千里人啊吼，现在到这所在，那平安他不做庄安尼吼，农业啊，种老鸡蛋咧不得啦，吼，一赚钱，以后这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赚钱。到康熙61年的时候，他曾经给这条更名为通济桥，所以你骂一赚钱，平安就是通济宫，这个点来，这个通济宫的由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他有这样的哈，也就是说吼那个。台海航母里面，它有这款跟航母组的这样的记载啊，比如说台一深入底的独岛，铁线桥以北，那里汤火，桥两一西，离岸观察文科，二起线南也改名通济桥。哎，意思是啥物呢？其实咱台湾那个上面还是开开心，春天的时候嘛，台湾西北雨嘛，在泡泡雨巷的地方，有人在落，现在都落。它、啊、这个景象就是这样哈、哦，它一直台湾这个地方春天了哈、哦，下雨哈、哦，下雨比较少。这铁线桥以北大里方所桥两头，这桥啊，计算桥一直就桥了哈，桥的基本所在哈，是比较多的，在桥南嘛哈，所在哈都落雨啦。所以这个杨文说中央通它那个在，那个是那个景象哈，或者只有在南部，只有南部应该怎么样？通要怎么样？通通要滋润到南北，所以把那个桥改成通济桥。这边起码喜欢那条，这边起码叫通济宫，就是那个铁线桥，就做了一个通济宫啊。也改名啊，改名哪里来哈、啊？所以这个是也顺便跟各位带到啊，这是在微信上面的地方。通济桥，通济宫。铁线桥啊，这铁线桥，因为计算铁线这几年也叫做通济宫，我也是通济宫，他们起码以这个。也可以看从王爷说在所建的地方哈，啊，但是古尔波有，其中这种修建的方式我很赞同。但古原来他他修建修修建的话，你讲反正我们两边修建的时候哦，千万哦，那古有的下脚啊，下脚都得进东西呢，他的对于这方面也出了多准嘛哈，在部门都松开了哈。第一个是啊，我们都做了的东西，重要的材料哈，都已经进了玻璃，这就玻璃中国到底了。再往外扩建，应该是这样比较对，而不是把原来这个地方把它不用下脚的东西。好，我记得以前我在白尔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做文史调查的时候，已经很棒了。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那些这个关键点哈，
就来到这个房间开始加料重建完了。结果我发现他从他一块料被拖到这方向，两个做不好，骨为中也当做拖动，两弄蛋没有搞定他。我就看得出，我觉得真的是有蛮痛心的。关键听你朋友来讲，朋友在关键听那间庙，那间庙哈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庙，也很有历史。但是一个改变是不让他拆掉。我听那个庙公讲嘛，一个改变到准备就过不去了，走在过不去了。你的队长公，他们是不起的，按你玩一下都是几天了，我们被强化一点哈，可能造谣什么的。你再说嘛，那个周围是这样被丢失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顺便也是跟各位介绍的哈。他这个计划之后，我们各位可以看一下哈。一句话好，就是切到这样子啊，大家各位有空到水晶的讲一下哈。这个风机工好，等下就他们在水晶在这切到这样，这是我们在开跑的一段时间。其实五千不是只有这段而已，它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大村落啊。以下都看到第一哈，有仪式，有人事，不搞这里，起足不接。啊，甚至还有很多吸管，也是有吸管啊，弄五的地方哈。我刚讲这一段，这统计就现在这一段。各位看古街哈，各位有讲说都进到古街了哈，麻豆古街了哈，包括像古街，一进这古街底下，我认为啊，不是古街，为什么？第一，分析在才有的。你各位看一下那个新化老街，新化老街那个什么叫老街呢？因为新化老街一进去就分析在一个屁眼，一个是就。就它是不是很远？其实我在看那个老街以前，看那里风就是那风扇都是很小气啊，都是上下。今年的风扇那也有都是非常的注意。啊，这再分两种什么方案？这里用上到最大，这边是反方，就往那个高空摆，这个是展览。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老街屋啊，这样是旧式的老街屋，但其中台湾的老街屋哈。通常看到，还有那个老现在我们连锁的那个连商业老街，还可以看得到这种老街。这种老街有一个特色，不大，下面都可以，但是中间是很大，哦，下面都可以。但第二个嘛，超级那个点哦，那个窗户，你看这样长，也在这样打开，它是做成面积，你看这样打开，它这样，你看这样打开。所以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是说在干广告里面啊，再来看，他们这个老街屋就是这个样子的。这间金金像讲台湾的街屋，老街屋，微工底下过的比较高，这种比新化老街很古老。所以各位看台湾的街屋，是吧？这是真正大道地地的台湾的老街屋啊，包括就在小南老街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各位去看一下他那个什么，而且前面跟后面有时候他可能是住家，还有那个。夹层阁楼，不管是储藏货物的地方啊，那种让我们台湾老街屋的形式跟那个新化老街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啊、各位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你拿这边 O A 上面啊 ，O 问哈，这主板道啊，那个铁线条的主板道哈，也多一公东西啊，大概2公尺深，还有那个古代的主板道。哦，如果各位好了，像公司那边欧活动啊，哈，来太低啊，哦，2公尺深啊，哈，那个路况就欧化嘛，哈，因为拢改了呀，那多多的料哈，这个是板造那个板板给他哈，啊，这个是做了建筑地方这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对当时铁线桥的一个形容啊，哈，啊，他是这样的哈，后遗状况的哈，聚落依然是风雨雾半区，潮口低山上。桥背受清机哈，这一我讲为什么放在这个古诗史，因为这个古诗史里面无意当中都流露了对当时景象的描述。我想很多文史工作者他会比较少去注意到这个地方。我想我在文献里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珍贵的哈，对不对？这个可以证明在当时就是这个景象。诗人所写下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啊，记录依然是啊，一五七七三两七啊，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还有通行互换机，因为阁楼哈，这很多可以让上万互换机的是很多就有的说的，很多就有两个说的，哈、啊，很多那边说的啊，通行取的就是向上嘛哈，让潮口低窄港，高险的浪潮拍打那个岸边。
浪很大很高嘛，那个港就显得非常低非常窄，铁线桥，那桥被做轻机，铁线桥港不但可以走人，而且还可以怎么样，从这个实体状况下，它还是有那个什么这个机跟现在的什么车不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机器它在准备推车，人行道的推车，不是像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现在用什么计程车哈，以及这个艺术哈，所以它，你看它没有有必要出国，别让做人，而且还可以怎么样，还有那个车子，好，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什么，毛方伟洗钱还是村，得先讲金马子弹心里还是怎么样，你的利益哈，为什么？在当时清廷还没有清廷安博顿上面，在当时以铁线桥岛所有行政区，我们大庆地区是以铁线桥为中心，就这个铁线桥岛，整个那个地方以写法的地址新疆的一些协议哦，我想这个几个原因我分析在这里了哈，其实这个达隆威尔的海陆嘛哈，达隆威尔其实重度化让他们做了梦，我想这个交通是很重大的因素啊。那这个路前路直起，我这个有在二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啊，因为在那时候集水机跟蒸汽机进入掌握内海，路也还不严重，流沙夹带量还不灵，到了乾隆十六年以后发展机因为大洪水改道，所以改由清水港注入掌握内海，加入掌握内海变化，这个部分就是掌握内海变化就更严重了啊，大家这些流沙呀，把后面啊很快就固定起来了。十九世纪以后啊，沿路的啊，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盐水港取代了这个地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取代了毛方伟，取代了铁线桥，新兴的一个盐水街，盐水就崛起了。所以铁线桥跟毛方时代过去了，但是盐水时代来临了。好，我们看看盐水，盐水对。所以那时候就变成盐水港岛啊，各位可能印象江西港埠啊，江西港厅在就是比较也是盐水港将去变成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什么一个行政区中心了、好，大荒年间的时候盐水街附近交互邻居交互就是基本上面以前叫做交互基本上商会工会就是这种啊，这种东西叫交互联系哈，这个盐水港街附近的哈，这一种交互非常多哈。那一村呢，刚好边上的金马，我在猜测，大概就是现在的富地宫前面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是我隔壁站的，已经踩着地方踩一下嘛哈。那个地方以前那个附近有个叫荡仙街，在荡仙街就在港口的旁边。啊，在文献里面它是这样描述的，上兴街就是每天就有很多水手啊，很多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走那个底下的地方就扛货物啊哈、就在那个地方那边很多水手住在那个地方，它很多交互也在那附近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讲有多少个人啊，但是我们那个地方盐水完成就是只有成果，城内里面有水好，各位你那个城的那个遗迹啊哈，你可以大概看得到，大概东城啊哈，在什么地方呢？东城的将军国秀出来，你大概所在就是这个路口哈，将军国秀是东那边啊，对不对？这个江水的哈，哎啊，江水跟阿哥的这个现在南龙。还有一个三岁路口，所以在那个所在的是一个东门，北门就在那个古庙的后面那个地方，南门呐、南门就在那个金马街上面加油站，就是金马街上面在图书馆里，就是图书馆近代图书馆的边上的所在，大概是这个位置，但其实的成果也整个成本是水泥线，大概是有点。它兼顾的石头跟水泥的建筑，但是成本跟成本之间的连接是用比较简单的处理，啊，不提醒我们一等奖一种城墙那么坚实，
在将军三年前已经有三年了哦，将军东厅在台南将军东厅老黑的时阵啊，那时候前台有二十个厅，但是前台总共有二十个厅，嘉义厅过来就是将军东厅，过来就是台南厅，这两阵将军东厅的地位就是在台南厅、嘉义厅平起平坐。好像江水港是老江水港挺多，所以因为老江水港这样叫江水较早进一步来也是有很多事件。包括你今麦在较早讲吼，咱江水港做些什么，做些什么酒店，类似这样的一个娱乐场所啊哈。是安怎这个所在会较新，会较新，这是我们历史背景的，因为这个所在大家参考。啊，所以它的比较声色场所就会比较多啊，所以它那个范围的辖区包括现在古代庄，包括后街，包括北河，包括新营，包括柳营，包括啊，新高坡两层啊，是这个东山区里向了哈，花刀啊，这些都靠，拢是属于江水港乡的范围啊，那时候行政区是这样的。好，这个行政区。但前头都是有些小街了哈，这看看这江水，我就不跟那重点，我再介绍江水哈。好，江水的没落哈，好，大概我分析大概有三个原因了哈。第一个原因大概这个是找到以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1855年哈，政府联邦网的资料，政府联邦网资料是相当可以采信的啊。1855年啊，盐水爆发大瘟疫啊，那个瘟疫啊哈。这应该是祸乱了啊！长达25年了，各位想想看，为什么盐水那个地方会有瘟疫？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很一个交通要塞，当陆海陆那个汇集那个地方，所以呢，很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瓜客诶去经过所在，所以它的瘟疫它的流行也就自然了，但是很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这祸乱呢，当时的时候是传染病，长达25年。每年都超过500人，所以这个盐水风炮的起源就是这一个瘟疫很重大的一个关联呐、啊，啊，因为这个瘟疫，所以他们就发展出风炮这样的一个文化啊，这个是这个很多文献都有写到了哈、啊，我只是把古典方呢这个比较确切的时段啊，这是放古典方的资料啊，再来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明治38年哈。啊里面兴建铁路，日本人在兴建铁路，盐水地方人士哈，他认为这个东关铁路诶破坏人家的田园啊，啊，所以他们当地的一些师生都要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哈，我倒讲有一些决策哈，有一些决策在当时看起来当时正确的，但是事后我们发现它影响非常的大，有些看起来是正确的，其实是。错误的，你这个人错误的，但其实正确的。在日本的地龙之前呢，是对江压过来啊，这对天压过来啊，这里江水，这里看大家看。早期那时候的规划是这样规划的，东关线的也是这样规划的。但是因为你到江水这个所在，因为江水这个所在反对，所以东关线就往，它会往东移，转去这边的后边，这边后边啊，这边新娘，这边柳娘。就这个是说的，他们稍微往东移，所以造成什么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三个地方的，我们再看这三个地方影响，先聊，针对好像，这说的这三个说的用我们应用的，而到三个地方的兴起，包括后壁、西岭、野林这一些的，到了这边的兴起，第一个是一个什么，像一类好多说的，它到底先聊先聊这个。先聊的时候在机场老街了，在还没有设后壁站的时候，先聊的时候在不接了。结果后壁站就已经我听人讲哦，后边这站已经一样都无人，都无人。就刚才吴尊后已经去站遐哦，搭地铁遐所在有人，已经都无人。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地方慢慢重建？因为这里设站以后，就慢慢有一些货物的吞吐嘛，哈，所以就慢慢有一些人就开始盖房子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说你会发现，哎，好边，他还是说在不做冷链，你会发现后壁车站那个边不是很热闹，这是一个新鲜的车站。那因为它的兴起是因为车站，而且它又没有工厂像西岭这样，
今年为什么摩尔发展成这样？因为今年这边茶好的比还不错，还有因为有糖厂，还有有去做做给工商的配合，才慢慢形成大公司。但是天聊的所在，因为你后边所在是安那，我都还今年加一点三号尔，基本上伊的发展是较薄，你看它要临近新年，所以基本上以新年为中心，啊，这样，所以。所以天聊嘛，马上放松。所以天聊不可能光天日老在那说的，光天老在说的，因为你在那说红灯嘛，你加上红灯嘛。所以，因为后边小超会说后边起来，新疆起来，包括牛羊呀，牛羊牛羊本来是这个，说牛羊也正常，本来是这个上面有些骨头是不平的呀，然后这条要慢慢嘛去处理，从车站这个地方发展过来。啊，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是顺便跟各位讲这个铁路的关系啊哈。好，开始我们再进到我们今天西岭的崛起啊哈。我想西岭在我这个地，在那个河西站政治部向河西站开花引水港的时候，西岭这个地方还是荒芜之地的哈。当时有部分的屯兵。啊，往内地垦殖，在本地开辟出一个新的环境，所以叫做新疆。所以，林凯坤将最基准武器拓展到你家来，刚刚跟我们讲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进行了。啊，你说老家那种不毛之地嘛，不盖给的，因为他基本上来到家来在凯坤那里啊，也作用家那里啊，所以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海陆交通的要塞，他根本没有那一种背景，没有那种时空背景，所以基本上。以前没有活化电啊，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活化电，所以在台湾图以图展览里面，这个1862年的这本书的成都大概这个年代了哈、啊，太初景变成太初景部，还不是新景啊，太初景部以工啊，太初景部哈，来这以他辖下的地方图，这个人家哈、啊，太初景灯啊，小戴为灯啊，新娘灯，古柏灯。这种新娘灯啊，哦，在1862年的时候已经有新娘灯了，这边是灯塔，这种是灯塔出来哈、哦。好了，这个地方西岭坡还是个小村庄，到了1862年这个地方算是小村庄了。到了日治初期的时候，1834年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时候，会县为县，120县的时候，当时西岭被发展成街，但仍然属于盐水港县的辖下。咱是属江水港下下的市民啊，街，啊，迄当时市民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啊，到那个新安乡是新安啊，台南关哈、啊，后来到支持那个新营郡，在这个盐水港街，时空背景差不多哈、啊，我们再看，好、啊，名字中万铁路线，这个新营火车站设立，所以您是34年的时候，一个小岛先对吧？很像这个地方做好，我明明觉得你当时是这样，一个车站坐在那边而已，台风旁边还有树荫呢，还有树荫，有一些景，我都没了，都荒凉了，因为设场就好像现在各位看现在高铁，你可以去高铁那个地方嘛，你可以看高铁附近都荒凉，但是各位你可以想象，经过20年的演变，多大转换啊！好说为什么高铁要设站的时候那个土地？那个地方很多人在炒作，但是管之内还是会很荒凉。不、哦，有的青年当时是嘛，请高铁站那些转换呐，哦。1834年的时候，纵贯线全线通车的时候，新营的新式交通网正式开通，这个开启新营的繁荣和开启的，因为它变成的是陆路的交通要塞，虽然没有海路，但以陆路的交通要塞。好，1844年，也就导致后来这个横秀县江水哦，以中央县怎么样？他在这总这个站的枢纽县里，他到了中央。这里这个方面，这里为了要办施工便利，他这段旁边规划这里的三个处理，今年恰到了中央。这里要到最后这个地方，到这整个厂长中心变成在清理总厂。啊，你就会发现那个人变啊差很多哈、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厂长的设置在早期厂长设置对这个影响非常的重大哈、啊，好、啊，
特别想到今年是布袋戏的常常教我车啊，在民国41年收公车营运，所以老经验的人大概都还有记得，修一下的甲一些长辈的记忆啊，是不是说保安地方修上多甲，包括一个这个六升平安一条地龙教我车，包括哈、哦。我把车停在三龙山管住的是民工，一切全部是家家协会我，协会我上来请两三下。以前人大概都用那个通车的，包括东山的所在，包括乌树拿，啊，不少人是借我上车来请两下。包括通学，包括啊，一些高中，很多都是用小火车在怎么样，在做到那运输工具。所以在前宋时期的时候啊，哈、啊。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还有讲到说纸浆工厂抓旧了哈，旧年当旧，啊，这工厂要慢慢整理哦，很多新年的气质融出来，新年啊慢慢好建啊。好，到了大宋九年的时候，到了1920年了，在重庆站好建年哈，就新了哈。这个小地方下走要盖小区啊，整个建这个整个分两个全省工业都盖起啊，他把那个把家改成多进街庄，新阳这时候正式启派人顺，这是什么进的行政中心就滚啊，新宁郡啊，新宁郡辖下新宁庄临水街啊，一个是新宁街的哈，临水街比如说白鹅庄、方家庄的。这些地方，所以今年正式叫称为继盐水港以后，盐水港时代也是称为盐水港堡、盐水港街。今年取代盐水港街变成新宁区啊。进一所，进一所，你怎么进一所？对不对？你看怎样？进一所的，你怎么认识的县政府所在地嘛？本来所在地就是现在哪里，知道吧？现在的台南县警察局，就是早期纪律所的设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还有那个什么监狱所呢？警戒部啊，警戒因为警戒部这里边呢，那个管戒部的是你这里那个警察局分局那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啊，啊后面这里会有哈、啊，包括以后啊，这里等到就是城镇区的划分了哈。啊民国35年，台湾行政区划分的时候，是叫做那个真名大县市。各位可能老辈人才知道，划分因为县所的时候啊，大台南县一直叫大台南县哈，一直把台湾关哦，包括现在台湾关、昆明关哦，那时候怎么叫做大台南县呢？包括现在的嘉义县、宜兰县。后来啊，再切割为啊，民国三十五年把它切割为台南县、嘉义县、宜兰县。那么台南县的辖区，我们后来讲台南县的辖区就是这五个郡，这五个郡包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我们在教育界上划分的五个区，就是这五个郡的它的历史背景啊，就是一个我突围以来啊，新宁区、新化区、新丰区、北仑区、上文区，这五个郡都设有禁闭所，新宁郡也有设禁闭所，那么中文区的禁闭所是在哪里呢？设在码头，北门区的禁闭所设在哪里？设在家里。所以，你会发现北门高中是设在家里，啊，北门都在高一大门这个啊，一切家里啊，就是北门郡的禁闭所是设在家里啊。新化区的禁闭所设在新化，哎，新丰区设在哪里啊？在这里永康啊，这个我就讲不清啊。建制，然后讲了说建制设在新民镇，一直到民国70年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民国70年新民镇，它叫做新民市。以前啊，非常的几年轻呢，现在觉得啊，应该要10万以上，人口10万才可以分作为市。它因为以建制的所在地非常的难哈，有很多因素，所以呢，新民镇才变成新民市。啊，永康也是本来是镇，后来永康乡啊，后来变成市，也是道同样的道理啊。好，这个我们讲到新宁市的一个整个街道一个时空概述，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哈、啊。日据时期啊，因为火车新建地震的影响，新宁商街是应该是新啊，为啥把它改新？
平均年会跳到大概30档哦。然后纵贯线，纵贯铁路开通以后，纵贯线也跟着开通，大概同样的时段哦。所以纵贯线的从那个后边那过来过来，特别的最久，搭配那个那个沙沙道的，就这个呢，就是这么中山路，中山路，对，这个是交通大概是吧哈，一条上去，相对一条上去，这样。在早期的介绍就这么简单，一个外事情，外事情的介绍，是我们新颖的大家介绍早期这个外事情的介绍，就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方，这么简单一个三年期间一起日据时代以后才慢慢承接的。好了，这个啊，正式的中山路是不是有讲了哈？在中山路原来是纵贯公路的路段，原来比我们要大啊，这个地方啊，接那个建设是在日治昭和八年的时候，由庄公葛伟接的时候开始规划，这个资料应该信里书里面有了哈。啊，到大正九年的时候拓宽了公里，并实施当街重整计划。啊，在日本时代啊，这样非常感人，谢谢，是值得，其实是真的是值得喝彩的哈。在我们原交代的老建设的时候，发现，在台南县，包括新化，包括磨刀，包括横山，包括南青年。就是因为在早期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街市重整运动，他们从他们对那个道路的规划，对整个那个商圈的规划啊，街道的规划相当的完整跟踏实，所以整个街道划分了一个街道，这边想成功，把咱两块钱格子状，把咱街道相当的流畅啊。那因为麻豆那边是因为早期有一些老居楼被它拆迁。但是另外的哈山是不用关水哦，哈山它是整个那个那个叶升华中时代哈、哦，你看我后面，你采取那种什么，采取那种下属，就下属接到整个那个什么，整个接到整个的格子状的方式为准，当年中期的时候已经遭到很多阻力，但是为了啊哈山，这样想成功，所以你看他现在学姐啊，升华中呢，对于做花园，做了华东公园，有华东就这样来的哈。好，这个中山路地方哈，大众型的代表上就刚讲的哈，这个八号车子人家有开的哈，这也有个概念就是新化老街，我们刚才讲新化人那八号车的建筑，实际上这个概念事实上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木头兵叫做城大木头兵叫他认为啊，不能把它叫做八号，因为认为几年期待，也不是在一个思潮所代表的一个建筑物，因为一起在日本时代。现在刚好那个建筑风引进台湾来，又加又融合台湾的街屋的特色，台湾街屋特色所清楚的那个清楚那个台湾街屋，不应该叫做八号街，因为一虽然我们受八号街的影响，因为八号街的从现在整个滨海走廊到华丽嘛，主要做华丽，我受那个影响，但是基本上它还融合了很多台湾本本土的东西，所以你开工是八号街建筑，他很反对。说新化老街那个是个八楼的建筑，不应该这样讲，应该叫做大正时期哈，大正时期啊，还是什么时期？那时候的台湾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贴切一点的哈。在我们新民这个地方也会有类似这样一个街屋了哈。好，这个建国园馆这个地方哈，最好再了解哈。进去走就是三进八进第一场啊，第一场很大风景。好。这个地方就是啊，这个地方啊，陈总统，这个三个事件各位有没有印象？啊，秦牡丹、秦江玉、董秘，好，好像是你记啊，你有见过？秦东啊，陈总统，哦，还有你啊，这个我也是记得，我过去是第一次的啊，所以外公这个感觉有点唏嘘啊，这样吗？哎，我在我。我要去蒙山的时候嘛，啊，我以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做三间而已，八十岁都是两间，哦，我记得好像前几年心理医院好像还有在这里，或者在关掉而已啊。他说现在还没下掉嘛，他说现在还没下掉啊。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哈，各位可能就是说还有留下很多老记忆啊哈。好，再讲到那个，我不是这里再聊一下哈。也要回家，刚才我们有给大家关于香港的密切哈，那个香港的现在在出现叫花庆，
但是咱王庙这个古早有留啊袂食，啊，这留啊袂食吼，范围啊吼，就古早的，在即摆新庄的啦吼，新埔的啦吼，包括即摆的之前新庄的啦吼，那个地方，普通地方是他的范围在内，啊，后面好多后面有新庄，后面几个里面有，啊，后面的比较多，因为大概是那个在新时代的时候，这个类型非常猖狂，所以他们是可以。相当的大，所以整个那个主要国家西体系西体系都要上去，所以我们五月中哈有主要国家就会产生冲突，所以就是这样。你看现在哈，我们为什么有比较少的经验？所以他们好像做手术呢，这里好像那个黄忠元的时候来做手术一样，所以看来好像还有哈。好，这个是道路的整个道路的破碎。啊，就是还有你看的上面的后面啊，如果是九楼哈，上面又还是宽啊，上面说啊，这里想看一下，这是刚刚宽到往外啊，如果六十五点够宽中间，有点够宽中间，就够清水了哈。如果四十三点地线低精度，如果四十四点够宽民生路，如果八十二点对广场健康路、太子路、中山路够宽中广。如果八十四点，对高速公路快环道、长隆路完工，啊，你现在都慢慢哈，连接哈，把整个我刚讲那个 Y 字形的那个街道慢慢往外扩展，就形成现在的七零五四的这个概况啊。好，七零五四的街市的发展，事实上它是有限制的啊。你们在东南方的积水溪河道三溪边的高速公路继续的发展带来超水发展，东南这个高速公路这边在过去就是流水镇了，好，流水镇已经积水，所以今晚来发现一下这些南方往北今晚紧张呢，今天发现一下紧张下来了，新东这个地方，我记得新东红花区这个地方前东江光公公弄盘嘛哈，他们会发现过不久哦，可能红花区会往北移，往北会扩散，所以后摆包饺的所在，所以包饺即摆所在嘛拢开始变化，是不是啊？以前只要只是对东岸就在，对南嘛就在，对西也就在，所以只有是三年嘛。所以伊个水灾嘛，今年老发现啦，今年今年到尾无发现尔，今年今年无好事嘛吼。因为今年用最红的地方取代了，所以现在啊，因为我们知道水电表被雨水取代了，雨水被什么心理取代？西岭好胖的，现在我们很胖，西岭变像铁线桥、毛岗尾这样变成一个小村庄，到这嘉义发现，安老发现，一岭我们得发现，所以说哦，大坪西岭加安老高铁啦，还是说哦，你哪一家用家到处啦，一个是一岭，一个是有眼光的人，你知道西岭是要往那边发展。他说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有点高铁站不就会有多人要买？其实，因为说来的是啊，百年以来西市镇的地方，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的哈。包括我们西市科学区那个地方，应该也有它的那个潜力的哈。好，这个讲到就是说我们心里的一些啊，因为有一些资料啊，我在老街查老街的时候，刚好来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啊，西岭糖厂啊，西岭糖厂这个资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小伙这个你们有时候你哪边敢送一些资料，就是整理这样一个资料给各位啊，他是怎么样，所以说江浙里面所有小伙车哦啊，民国九十年的时候糖厂关闭啊，在天津上的到了中心号放不到啊，中心车上去说在最后要上过一道，最后一道嘛，一段时间我没把它修起来，对，做一道啊，因为他跟那个柳营路洛龙区的牛乳文化节活动接了，我就因为我说过一次，在刚刚好一跟乌布里的文车感觉不太一样，各有千秋了哈。乌布里的文车以及它道地、它乡间啊，这里刚刚阿敢他对，这次的是配合土人，依靠锅米的，刚刚锅米个体的骨架好嘛哈，这感觉比较土味。西街中心车站这个地方的文车啊哈，加新。但是衣服比较长，而且它有火山口，有点有贵点，哦，贵点会刚刚火山换，
我们这个月请这样的国公，我拿起我请来，他睡着哈，特别的担心，他终点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很大。乌树林那边没有这个优点，乌树林那边终点哈，用花看到你那边花哈，那些根本不盖过去。但你我刚刚就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发展，但你我刚刚一会儿想过已经修起来。去年还是呢，才刚修的，或者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了哈、哦。我刚刚东方就一直在说哈，去年两公里，有些都在那什么，进入黄金路老师，他们已经总结了哈，应该是各方啊，也在做了一些组织。在我们有大家了解一下这历史哈、哦，我们有这个里面哈，这光光标哈，它的来源啊。各位好，那天我看直播的时候，他们庙那个整理一个资料，他可以的资料。各位如果王公庙的一个详细的资料，可以到庙里面去麻烦认作业啊。当然，他的这个庙，他这个地名就是跟这个王公庙哈、啊，在王公庙的这个，因为开漳圣王八六千岁啊，第一千六千岁这个地名有很大的关系哈、啊，因为这。这个情景是这样，为我们描写出来，不然是清标，其他更简单。因为吼，你讲菠萝嘛吼，那叫菠萝人吼，很短的，他在王公庙那个所在，在王公庙那个所在，到你家，到你家那家，到你家那家了后，过了后，如果吼，你到时候到王公庙，所以庙名变成地名，这个是很特殊哈、哦，这个在台湾的地名是很特殊。但是他早期，我认为啊，他应该是因村庄应该不是天真真。村庄应该是偏另外偏那个什么，偏那个王公庙在靠近新进国的那一边。第二肯定就是，这里当时的王公有必要，王公庙有一些在地下那个祠堂，一种一些主要。我认为他因为那个状态关系，他应该是他不是偏这边的啊，他是比较倾向那边啊。后来就是跟新民庄连接起来，整个新民发展起来后。我也扩散开来到真皇宫庙庄，这个地方整个连着在一起。说八级教学今天要专注王宫庙庄吗？我拿个灯泡来哦，经过一些各位，二级经理新年后天要慢慢抓连接起来。所以王宫庙这个所在，你也是一个矿，其他王宫庙这个所在做的相当可以。王宫庙这个所在还保留着我们台湾农村里面很淳朴的那种技术文化。前几天你看到一些灯泡，啊，你说其他都在做呢？好，你看今年，因为它起来哈，比如讲有些所在就集中，大概就是说每人哈发三盖哈，你拜拜啊，你向人给做的无啊，你看其他你都是从外面进来的，从外面进来就那种人跟人之间就比较疏离，但是王公庙这边就不一样啊，长刘公都是向人给，都是我领导。好，这个地方哈，这就讲到台湾政要读书会社的设立啊，我们有这个说的哈，我们总编这个说的啊，它的范围这里哈，这里，以历史原来哈，这边有的公后改为台湾医疗物品股份有限公司，归卫生处啊，什么卫生署了哈啊管辖，后来公司倒闭给公解散啊，教场的规模就涵盖初中、国中、毕业典礼、警察官办公室、教场上。建立村站、公墓等等，起码建区的所在方企业也看那个什么，整个有比较多在了哈。好，就打包一下哈，跟包括一下，各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打包一下的，基本上那边起来的开靠要不行的，哦，就是在那个林东岭的一笔路上，这个都在不来什么有嘛，但是因为日据时代的时候哈。哎，这个东西说的有谁啊？张先生也是说，一林木业说的要推广，哎，这林上面加剧哈，可是不是干吗？哎，标五几年的什么呀？这个石敢当，这个石敢当哈，大家都很用地修工具的什么呀？地修这里啊，在本来等有的说的，人家有大品哈，在人家地修里面。后来这个龚元珍哈，龚元珍他干了，龚元珍干，本来有该设打工一下哈。所以这个地方田中时期这一块的是非常田中时期员工一二千人啊，因为我以前中国国家省委了省主任哈、啊，他就管这个事情，所以说一像这种描述那个景象哈、啊，一下到了给人工大领导回来，所以那个地方还有宿舍，你可以看看，但是现在还有这个老宿舍哦，还有这个老宿舍存在，各位去看一下，最近拍的照片而已，
这个就是他的照片，还有老宿舍区哈，一进来才会一边录起身啊，你还好，你还是一边录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这草坡，草坡因为草坡在看大树老边啊，暗地啊，然后关照靠近，哎，他看这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很热闹啊，好，基本上都剩下一个宿舍，好，这个地方。好，金陵公园到南岭地中心哈，这个金陵公园变成南岭地中心，我想这个还是有历史的，我想这段历史各位也必须要能够啊知道哈，因为金陵公园中心地就是一场大型景区分析起来，好，你可以看看日本神社哈，这建筑的基本上属于一些所在建筑，啊，你一般要用习惯哦，这新家具你也可以用新家具，别人用的用习惯。哦，看上面说在第二五号公园啊，首先东西嘛，扔着你看到那东西有山公园嘛，哈、哦，那个地方以前是中山公园，后来光复后以后啊，改成体育场嘛，它、啊、旁边有游泳池，就把游泳池弄下去啊，装这种记忆啊，所以量不够哈、哦，这个记忆都，你要如果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因为说在游泳池那边基地会嘛，啊，这样新的基地会盖在那里嘛，哈、哦，那个地方以前是游泳池，啊、哦。啊，它在还有金陵公园，金陵公园的地区听说很大，包括县政府，包括现在的议会，管清看到过金陵公园的所在，金陵公园看到过多。啊，因为光复后了，爸爸妈妈去确实在地管清楚，确实在地区的上面，区域的金陵便宜，建立的区议会，啊，像这些作为金陵区工作，那个因为以前光复金陵公园的范围哈，好、啊，啊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哈，前阵子不是在盖那个那一栋大楼的时候，那个金陵五号公园的财产是金陵郡的旧财产呐、啊。这边有一转好，没有一转好的时候，它的土地所有权人是什么？金陵旧、金陵郡周五、周五给分公五号，它过来呀。所以它是什么？它的产权是金陵市有庐江、盐水、镇后滨江、东山江、白河镇、金鸭到现在五号公园，它的产权事实上是这些乡镇共同管理的、哦。啊、哦，所以这区域的这边话，这边区起码就不管理金啊，就是爱上银行，爱有家的，爱几号银行，要钱给他们啊，就是说卖了所以后还要给这边乡镇啊。所以这是顺便跟各位报告的。好，那么那个朱县长就会说，就把这一个西岭公园啊，他又把它啊改建为啊一西岭民族心。所以老派人哈，今年六千公，今年六千七，但是已经唔在公建，看到新疆公园，在新疆公园改做五号公园，五号公园以后都改做今年六千七，而且也改做停车场，啊，这个改变了哈，说实在也是怎么样，也是相当的快的哈，没有几年就变成这样。好，我想在结尾的时候，有些里面这个我总是觉得说这个比较重要了哈。这个能改过来哈。我想，影响老街发展的因素为何？刚刚我稍微跟各位提到了哈。西上水前两公路，西上水过了前两就有盐水取代品，盐水前两公路，盐水前两就有两取代品，这个都有它的时空背景。那么这些因素是怎么样的？我当然是交通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除了交通以外，产业啊，很多很多很多因素，我有各位。再来，毛高伟也建起来非常兴奋哈，为什么？到最后，金陵整个大汉县的县治所在地，现在最往的所在，啊，我们金陵的发展是不是到了瓶颈？是不是也有今天的公司会取代它？整个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不是在重整？即使我们台湾省，你看在日据时代，行政区的划分是非常频繁的。这边行政区来划分，因为这些说出来发现了哈，它一定会变化，一定会变化，包括江西跟新的这些变化。这变化要后，两国家重新不要在行政区重新划分的话，对你在行政上会造成困扰啊。所以我认为哈、啊，就是说，可能几年后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好，荷兰、行政、清朝、日本、国民政府、绿色时代各过来。几个人说能改完了，发现到这几个区分析，我想长远的来想，你去思考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讲了我们从刚刚讲了那么大段，
其实这个物件哈是值得各位思考的。所以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这样的一个时空，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觉得你必须做好时间管理，因为时代变动会越来越快，生活和时间割裂会越来越严重。啊，必须要这样的体认，你必须要做这个管理。各位发现哈，尤其是现在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越来越割裂的，包括我现在在内哈，啊，上班上班以后，以后还是带孩子，尤其在接受孩子的时候，啊，你要打一或者带哈，打一啦，我这些孩子，他有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都有才艺。他说：“拿过去不会不会哈，哦，你看盖工哦，这个气象官好办哦，盖，盖上面，盖完，盖上面，盖完你盖掉了，不盖啊，到底在干什么？这个马车夫啊，啊，所以这种，所以你怎么样去给他做缝整？你怎么样利用各类时间去做一些规划？我想这个很重要。再来，你必须维持良好的商誉跟拓展人际关系，因为你有从前、现在跟未来，啊，你不在自己身上哈。”对，我觉得你必须要阅读、终身学习，因为要掌握时代的脉动，应付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像各位今天来这啊，就是一种啊，由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了哈、哦。你必须创造历史，否则你就会被历史淹没。创造历史的话，你的眼光就能够远大啊，你必须要能够有远大的一个什么啊，一个眼光。哎、啊，对不起哈。好、啊，今天呢，欢迎各位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啊，如果说啊，欢迎各位私底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那也要到大家这边啊，谢谢各位。哦、那个张继南张校长哦，那因为张校长本来那个时间管理非常好哦，因为非常浪十一点嘛，那现在呢到十一点哦还有五分钟，那我想做呢九分钟我们把握机会，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哦，要问那个请教张校长。谢谢校长，哎，这个第六页有一个司马哦，说那个火箭只要理解是大于不大哦。小人没有意义，那刚刚的、校长讲是好像颠倒了、是硬错还是怎么样，是小人有以小给无以还是怎么样，小人无意义，哎对，校长讲是小给无意义啊，哦是硬错还是怎么样，哦小人无意义啊、我刚是讲小给无意义，应该是这个文献没错哈，哎，应该这个文献没有错了，说了一笔大的创作，主要是讲消费危机，好来讲是我这个印刷没有错了哈，哎，印刷没有错，这个上印刷没有错。那个第七页里面哈，他写先是那个有点长，第五行这里他写讲了科技，这边的建设是高额发行，1933年，但是后面啊他。上面写到大正九年是1920年时间扩宽，这两个就是时空上的那个，好像我们的那个。你是说什么问题？是说1928年啊？对，就是说大正九年在前嘛，哈、哦，大正九年在前，昭和八年在后嘛，哦，开始规划，哦，规划，但是没有做。啊，规划在后面嘛，哈、哦，规划在后面，大正九年都放了15年，这应该是大正九年那个地方先呐，哈、哦，那就是到了8年的这里，哦，这个时空上，所以可能要颠倒过来，应该是拓宽15米那个地方是没有错，哦，那规划就是说，分手连接的时候规划一些街道的规划，哈、哦。在后面开始规划，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可能很感谢哈、啊、你把它补出来，所以可能它时空上有问题，对没有错哈、啊、因为我在整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它时空有点，因为像我是在后面大部分在前面，所以应该是这个拓宽中午的时候先拓宽，然后再规划。对，先拓宽，这个道路是先拓宽的啦，啊，道路是先拓宽的。那规划的时候，在后面再做一些整个城市的规划。
是第一啊，最上面，最上面的那个第三点，明治38年那个时候是有一家新建的，年雪后面翻滚，因为是去后摸你啊，你在你好家住了，我家去通一米，而且你还可以去查，去查就是到。到这个人机状况能够发现场可以做一段时间，所以相隔三年，相隔三年嘛。我事实上，因为叫好像意思，公主在说是归天，要高两岁啊。对。哎，首先归位，他归位的，你要想想他关系。他现在今年算是一定后一年，所以说他那个在等。比较高的三克的不为输入是一次后面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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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住的时候有一次当时住的时候我进行设立了应该是名字上八的，这个人算是那个铁路前线通车的人，也在八。对对对，1905年是前线通车，1901是台那个我们机场设站，还有前线通车啦。所以我前面上面那个名字上是八的，是整个前线通车的人也在。前线通过的年代，哦，他整个设立就是个新建皇帝的年代，哦，大概一个落单是落单这样的。明治38年，1905年整个铁路新建完成。那1901年的时候，是我们台新民这个地方设站，地下线的拓展，哎，它有前线通过的。我们讲有一点1901年之前的，对啊，所以我这个哈、哦，这个民国38年，这个我不应，其实我不应该都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年代，应该是这个年代都不要写啊、哦，这个年代不会写，只不过就是说放在规划的时候就有这个反馈，所以这个地方哈、哦，所以民国，他讲的有道理啊，第七那个地方民国38年，1905年，我那个年代哈、哦、是他们纵贯线前线通车的年代了。哦，因为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那1901年哈、哦，明治38年1901年是那个我们新营开始设站，那个地方安的前线通车。哎，好、哦，各位还有没有问题？啊，很感谢哈、哦，表示各位真的很用心，指出很多啊，我里面的一些时代比较错乱的地方了哈、哦。因为有时候对年代我比较马虎一点了哈、哦，你如果关心对年代，因为必须要了解。但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会有这样的错乱，非常感谢。好，这样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非常真的很精彩，那个行啊来，都有行啊来哦，内行对上内行的哦，所以那个不止张校长他讲的很用心哦，大家也都很认真哦，所以呢，才有办法这样子聊哦，这样子哦。那我想我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哦，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在这个演讲之后呢，我想也开启了各位呢对新营的很多地方呢有更大的兴趣。那没关系呢，那个张校长大家都知道他在哪边任教了，如果可能，好的两位上好。我相信张校长也很乐意说跟大家在继续进行切磋嘛，对不对？那呢，如果未来呢，大家呢对新营呢这个历史跟文化呢还有兴趣呢，当然还是可以找张校长继续切磋。那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资料，各位呢也可以依着这些资料呢作为一个基础呢，然后来再进行呢继续进行发展。那呢，我们再以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呢，谢谢张校长。休息时间，那大家赶快把握机会，赶快这边休息。